山寨是投机取巧、钻法律空当的行为，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侵犯了著作权、商标权一系列权益问题，所以我必须要对这种错误的行为进行严厉的遏制。你跟踪我？你应该认识聂思琪吧，他穿着我们公司设计的新款出现在了酒吧里，正好被我们撞见。帅哥，你这样搭讪可是不对的，你是我粉丝是吧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看的是衣服。这是这一季的设计稿，今年我们的产品一定会成为夏季爆款的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你别管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做，如果经过我的推销，一定会有销路的。嗯，是按照你给我的设计图完成的。这衣服啊，我朋友设计的。这是我们 DI 这一季的新款，发布会今天才刚开始，你就有了设计图，看来你是剽窃惯了吧？半年内完成目标，光靠灵山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如果能把你所说的山寨祸根变成设计部的生意军，我想 DI 上市还是有希望的。很好地运用了东方的美学，将中式传统的精致、端庄还有美感都呈现了出来。传统，他根本不知道公司的需求，不要以为他修改过几件样衣就可以当设计师了。我调查过他，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。我不想你因为公司上市的压力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我手中这位设计稿的主人，虽然主题性思维缺乏成熟，但他对元素运用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可能性。喂，什么事？灵山修改的第二次设计出现在雨薇这一季的时装秀上，立刻通知工厂停止生产。随便吃随便吃啊，今天谢谢你们啊，如果没有你们我肯定完成不了。看见没，聂思琪，我还是非常有用处的。只会拆线算什么能耐，小学生都会。像你这话说的，再庞大的机器少了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会停止运作，更何况我这么大个人了。啊，我说你俩要吵能不能回家吵？回家谁还搭理他，我现在就把我自己嘴堵上。任旭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能不能别老欺负我们家思琪，你一个大男人。聂思琪，男人，我先不跟你计较。眼下我听那个丁文笑的嗓音特别有磁性，肯定是个帅哥，对吗？我没看出他哪儿帅。这帅呀，是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魅力，不是外表。没错，正确。嗯。那我帅不帅？一边待着去，没人问你。言夏，那说实话，那个丁文笑到底帅不帅？帅不帅呢是个人审美问题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有病。有病？有什么病啊？偷窥。偷窥？你被他看光了？想什么呢你？那他偷窥什么？他不就连下班都监视我，我今天非得和你好好理论理论。哎，言夏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上班时间怕我剽窃，没收我的手机跟包就算了，下班时间属于我的个人生活，你凭什么介入啊？我凭什么介入？因为公司的设计稿又被剽窃了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手机跟包都由你保管，我拿什么去剽窃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盯着我？麻烦你离开我的生活圈子，可以吗？干嘛呀？我问你，聂思琪。走开！
别血腥，特别惨不忍睹啊。是，美到惨不忍睹。帝爱的总裁几人和檐下卧倒在车阵中间了。对不起啊，干嘛？如果你想证明你没有剽窃，就跟我走，走。这完全是霸道总裁的节奏啊！这剧情发展的也太快了，被偷窥者和偷窥者居然成朋友了。肯定是被看光了，也只好从了吧。你是说炎夏真的和丁文笑在一起了？那我和许墨尘不也有机会了吗？这真没看出来这么了解女人。女人就像一本书，哪有那么容易读懂？我只是对一个人吃饭的感觉感同身受而已。许墨尘，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在公司对我的设计有意见，私下又找我谈心，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？想了解我吗？想，但我不想说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来这一铺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没剽窃设计吗？那就打开门让我检查。丁文笑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分吗？比起一个剽窃者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别左一句剽窃右一句剽窃的，我清楚地告诉你，我没有剽窃 DI 任何设计。那聂思琪的衣服哪来的？我哪知道，那只是一个意外。意外？如果是意外的话，那为什么 DI 的设计会接二连三的外流？我第一天上班我哪知道啊。啊，再说了，我上班你把我手机没收了，给我装定位，我怎么剽窃啊？你要想证明你不是剽窃者，那就打开门让我仔细找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好，我让你找。为什么不能看？我怀疑 DI 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没有 DI 的设计。那这里面是什么？是 DI 的设计稿吧？只有这一张是 DI 的设计，其他没有了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如果只有这张是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？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册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剽窃 DI 的设计。这张也是思琪给我的，我真的没有。不信你问思琪。走吧，带你回去。做你的小模特多掉价啊。哼，我是看在你今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份上，给你省省车马费。你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来气。帮他看了一天店了，吃饭的时候说跑单就跑单，这笔账我非跟这个没良心的算清楚不可。喂，炎夏。啊？好好。走，不是嫌坐我车掉价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走啊！走走，去哪儿就走。这是一铺，我向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剽窃设计。那张设计图是粉丝发给我，我觉得样式特别，才拿给炎夏让他帮我制作的。你的粉丝？嗯，他是网红，你不知道啊？让你多嘴，
什么叫多嘴？他污蔑炎夏剽窃，我就看不过去，我就怼你，怎么了？你能找到那个粉丝吗？也许可以，我试试看。是不是平底鞋穿起来比高跟鞋舒服，所以跑得特别快？对不起，喝的有点多了，忘了。明天记得把鞋带上，公司见，晚安。虽然不太合脚，但比你那双高跟鞋要舒服。如果不走动，的确舒服。可是走起路来，始终不敢走。那你就站着不要走啊。人如果只站在原地不走，那又怎么会跟得上别人的步伐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别人的步伐？那么优秀的你，应该站在原地等别人靠近。如果这双鞋是文笑的，哎，别给自己过多的期许，那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伤害。我是真的想为我父亲夺回帝爱，还是为了让灵山留在我身边，连我自己都分不清了。人呢？不但长得帅，而且年纪轻轻就是 DI 的总裁，但还是不及我的许墨尘。在这一天啊，我在直播，然后顺便还帮炎夏推广了店铺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你是炎夏的朋友，你们两个不会联合起来骗我吧？我为什么骗你啊？我和炎夏长得很像骗人的样子吗？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完全可以24小时全天监控这一铺啊。24小时监控？对啊，如果炎夏真的骗你的话，绝对隐藏不了。这的确是个方法。啊，那家伙疑心病这么重啊，这心里肯定受过伤。炎夏，赶紧把合约解了，不许上班呀。如果把合约解了，我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，一旦他们起诉我，那我就要赔偿 DI 一季度的损失，我爸这家店就真的要关门了。我一定要挺过这3个月的试用期。行吧，既然你都决定了，
我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坏了，我得赶快回去，我怕那个傻大姐应付不了那个心里有病的家伙。我先走了啊。已经不是纯洁之身，但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任旭，我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我冷静什么呀？你给我放手、啊！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思琪，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不要你陪着我，你给我放手啊！绝对不会放手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自杀的。自杀？对。虽然那个变态玷污了你，但是你不可以轻伤。人生的路还长，不要因为当天。停！你看一下我手上这刀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割腕儿，这是眉刀啊，割眉毛用的，怎么能自杀呀？啊，那这么说，你不是要自杀？我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自杀呀？那个变态，他没有对你。任旭，那不是首席设计师昨晚穿的鞋吗？是啊，怎么会在许先生手里？许先生和首席设计师啊，还有那个新来的设计师，他们的关系可真够乱的。你的高跟鞋，给。怎么这么干净？一大早我拿去清理了一下，所以很干净。我的呢？实在抱歉。抱歉什么？因为脏吗？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，公司的命运可都放在你的身上。我只是一个模特，只有你有作品的时候才能配合你的出演。你呢，业务繁忙，我可是闲得发慌。如果你有处理不来的小事，尽管交给我。丁总，手机跟包都交给你保管，下班我来拿。丁总这么着急，连门都不知道敲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让炎夏5小时之内出10张设计稿。
是你聘来的设计师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？他归属设计部，由你管，我不想越权。你修改的设计，我已经让工厂停止生产了。什么？因为这一波修改的设计，被誉为抢先发表。又被剽窃，肯定是言下。我昨天晚上去了萧氏光年制衣铺，并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，现在只是我的猜测，还不敢肯定。既然连你都怀疑他，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来公司上班？为了完成公司的目标，我不想因为我的怀疑而失去任何机会。文笑，林山，你先好好想一下，你完成设计稿之后是直接交给蔡宁了吗？那天我完成设计稿，墨尘刚好来找我。看样子你是接受我的意见了吗？并不是。那怎么这么突然的努力工作了？不纠结？因为文笑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些业务的方法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赶稿，三天后交第二波限量版。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这个交给蔡宁，顺便给我来杯咖啡？ OK。我就让他顺便交给蔡宁了。不会是？不可能，墨城的父亲是 DI 的创始者，他不会害 DI。 那不是墨城，也不是炎夏，最大的嫌疑人不就是蔡宁了吗？这件事情你先别对外说，我不想造成公司内部的恐慌。你盯紧炎夏出设计稿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蔡宁。丁总。你拿到穆总监的设计稿是直接发到生产线吗？中间没有经过他人之手。许先生给完我设计稿之后，我就立即发给生产线的刘组长了。我这电脑还有记录呢。公司的设计又遭到剽窃，该不会是公司内部有人在搞鬼吧？我查看了蔡宁的电脑，他交稿的时间是3:45。我也调取了监控，你把稿件交给蔡宁的时间是3:45，蔡宁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。但是你拿到稿件的时间是3:25，从林山的办公室到蔡宁的办公室最多需要5分钟，这中间消失的15分钟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了茶水间呢，林山说要喝咖啡。因为茶水间没有监控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找出剽窃者。在真正的剽窃者没有现身之前 ，DI 所有的员工都有嫌疑的。在炎夏的工位，也可以派到蔡宁。别忘了，针孔摄像无处不在。我不能老被人认为是剽窃者，今天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的实力。穆总监，我知道我在下班前要交出5张设计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完成的。是10张。10张？嗯，昨天5张，今天10张，按这么推算下去，我3个月。
不可能。我不管可不可能，我只负责转达。你画完设计稿直接交给他。转达？谁转达的？你觉得还有谁可以让我转达？丁文笑。喂，何贝。为了挽回我的粉丝量，又能撮合炎夏和丁文笑抓住许墨尘，对，就这么办。谁会想到一个平常看起来软弱好气的灰姑娘有这么大动作，大胆告白呢？这不是丁总吗？他怎么跟新来的设计师抱在一起了？如果有人能像对他那样对我的话，其实宝宝们，你们只要多给我刷点礼物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谢谢，谢谢你送给我的一个棒棒糖。谢谢这个清晨的风霜给我的六个大游轮，谢谢谢谢。这条消息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好可以阻挡一下丁文笑。帮我留意一下许墨尘。许墨尘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怎么 ？DI 设计再次外泄 ，DI 内部每个人都有嫌疑。可是你为什么指定他？叫你办事别问那么多。OK， 有消息告诉我。常叔，最近少在外面活动。丁文笑开始怀疑我了。这个丁文笑还真不简单，这么快就察觉到不对了。还好我预先布好了棋子，否则我们的局就破了。等风声过后我们再行动。知道了，墨尘。丁总，这是10张设计稿，我提前完成了，可以下班了吗？可以。等等，我送你。不需要。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，是在你洗清剽窃者的罪名之前，我都会监视你。好呀，我正好省了一笔路费。车在地库，你先下去等我。妈，姐和那个帅哥在马路上抱在一起了。发展这么快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不对呀，这个不是那个人。不是那个呀？那是哪个呀？这个不是和你姐签约的那个人。不可能，我看就是这个。妈，你老眼昏花吧你。不可能不可能，看错。如果你没看错的话，那我姐岂不是劈腿？我这边已经紧急通知工厂停止生产了，现在关平那3款的设计只能达到本季度业绩的60%，其余的40%该怎么办？在这个季度结束前，我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我希望销售部能再去开拓一些市场。丁总，现在市场竞争得很厉害，如果没有比别人更优惠的价格，恐怕……如果只靠低价格来竞争优惠，那么就代表你的业务能力有问题。我不管销售部用什么方法，2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再拓展10%的业绩，剩余的30%由我负责。如果达不到标准，就自动请辞。喂，妈。你给我马上回家，我有事儿要问你。
喂，喂，妈，我这信号不好，我马上回家。喂。文笑，这么着急下班去哪儿？我去找一个同学，有点公事。确定是公事，不是私事啊？灵山怎么了？文笑，你别借着要查剽窃者的事接近眼下。别忘了，我们之间可是有婚约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管你懂不懂，都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上车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也看到直播了？那么低俗恶心的东西，我才不看呢。那些网红主播只是为了吸引粉丝量，在网上胡说八道的，这你都信？我和文笑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很了解他，也相信他。不说这些了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可是全 DI 最有空的人，你要去哪儿，随时奉陪。丁总，你已经安全地把我送到家了，满意了吧？下车干嘛？跟踪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一个变态。我只是在这约了人见面。谁允许你在这儿约人了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允许了吗？喂，妈，你把我的话当空气是吧？我刚才……我不需要你的解释，你马上给我回家。为了防止剽窃，只能采取这种手段。妈，什么事儿火气那么大？别着急，慢慢说，累死我了。姐，你劈腿？劈腿？你有五分钟。五分钟足够了。我想问你 ，DI 集团的首席男模许墨尘，他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你是在调查户口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放心，像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是绝对不会害人的。他有一个中了风的父亲，在疗养院。你当我是失智老人啊？妈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没关系会那么关心你？没关系能一块躺大马路上？打住，那是意外。我才不管你什么意不意外呢，反正两个你只能选一个。什么二选一啊？妈的意思呢是你不能劈腿，二者选其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什么什么呀？没法选是吧？妈给你选。我喜欢那个个高的。哎，妈，我喜欢跟姐抱一块儿那个。瞎插什么嘴呀你啊，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也是家里一员，重大事项我有参与权的吧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那你就是独裁。姐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独裁。我不是，妈，我吓死我了。姐，你快抱我呀。哎，人呢？嗯，眼下哪儿去了？明天交货，思琪。哎，这个思琪想整死我呀！白天画那么多设计稿，
我已经累得快要虚脱了，他净给我接这些私活，都怪那个死变态。三个月试用期只有基本工资，为了这个店铺拼了。哎，傻笑啥呢？捡着钱了还是收到礼物了？都不是。那你傻乐个什么劲儿啊？要你这变态管。我这是关心你。不用关心。好，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就……我说，因为，所以。你快说呀，你卖什么关子，快点。我有希望。希望？什么希望？许墨尘他没有女朋友。炎夏加入 DI 是你刻意安排的吧？要不是你的话，文校也不可能跟炎夏签什么三个月试用期合同。我是站在 DI 上市的立场，所以……所以什么？所以想让炎夏代替我在 DI 的位置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绝不可能。这就是我喜欢你的点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都充满了自信。炎夏的加入，只是想刺激你突破瓶颈，并非要取代你。我父亲是 DI 的始创者，我也最清楚 DI 所想要的核心价值。灵山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 DI 的主导者，你也会像支持文相那样支持我吗？啊，真羡慕文相，有你这么好的未婚妻。你怎么知道？别忘了丁许两家是什么关系。这件事你瞒得过 DI 所有的人，但是瞒不住我。真希望自己不知道，至少可以大胆的追究着。墨尘，就算我跟文夏……打住！后面的话不想听。我单恋你总不能反对吧？这次的这些设计虽然谈不上时尚，但却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我说你们的设计师倒是挺有自我反省能力的。这次的设计不仅改掉了在缺陷上带来的不便，更是将中式传统和西方流行相结合。你确定这个设计师是一个新手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别喝了，这么喝酒很伤身的。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有心事就不要压抑，说出来会好受一点。嗯，我是最好的倾听者，也是最好的守密者。我没有心事，我只是想痛快的喝酒。那行吧。奉陪到底 ，waiter。
钟你醒到12点，要开启我的世界，躲在冰箱沉睡一天的雨，它欢呼雀跃按时出现，那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，还吃完我的泡面，我们小学大学聊到明天，又看了一场午夜飞雪，想念的人红过的脸和那些年少失过的线，每个人每个画面都让我们在这个夜晚感觉很美。星星那么美，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和自己聊一聊天。听说天不够黑，别着急入睡，那些恨过的人会变得完美，我还不会累，我还不想睡，只要轰轰烈烈度过这迷人的夜。这里突然惊觉，打开了冰箱，雨还在水，我不想闭眼隔绝整个世界，要风风火火享受午夜。